一整个现在今天这样下来啊，然后让我现在印象最深刻就是每一位的可能是老师啊，或者是地方的长辈也好，就是的一些讲解的导览，我觉得那是让我很印象深刻的，因为感觉出来就是每一位的分享的讲者啊，他们都是真心的在为这个土地去付出，然后以及说他们都是拿自己的经验或者是拿自己的热情来跟我们分享这一切，然后就是让我印象很深刻，也是让我很感动。会不会再来？会。我本身是云林人，然后我现在在台中当社工员，然后所以我知道就是社区工作它很辛苦，尤其是社区总体营造的部分。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有参观过一些就是社区发展的部分，然后我觉得就是鼎泰人真的做得很好，然后我一整天感受下来就是很亲切，就更了解这个地方的历史啊，眼镜之前是怎么样啊，然后现在可以就是理事长可以带大家从无到有，这就是真的有很感动的感觉，就是对，我觉得就是你们很棒这样子啊，整个很亲切，让我觉得说很轻松啊，然后也有体验到很多东西这样子。转型这一块，这样下来有没有希望？我觉得会，如果发展就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地方特色，它历史的特色有出来的话，其实每现在渐渐都还蛮多的地区会去愿意为自己的地方发展出一个特色，让人家来认识这个地方这个土地这样子。那姓什么？姓曾。那住哪里？住澎湖。好啊。好啊，那你整天下来你的感觉怎么样？不错。住哪里？台南。哎，那你整天行程下来感觉怎么样？还不错啊，然后可以体验以前农村的生活。爱有什么想好的想法？希望别人在休闲旅游这一块要怎么样规划？休闲，目前没有想到。那同学来，你来自哪里？高雄啊。啊，整个行程下来感觉怎么样？非常好，很健康。好，那未来可能串联台湾这一块，它会变成一些。可能被国际化，大体上不错，就是木筏那个地方，木筏那个地方，我觉得它的目标有点不明确，对，然后就像是我们到达那个地方之后上那个沙岛嘛，就那里我就应该要设一个像是什么碑，就是可以让我们了解说，这里就是，一到那个地方就能够了解说那里发生过什么，或者是。我们一开始的应该是一大片，就是很像沙岛那样，就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然后还有那个地方的水质啊，就有时候我们在那边，就是我们在做那个木筏的时候，会觉得说那个水好像比较脏乱一点点，就是希望能够再整顿一下。这个我跟你讲，慢慢会改善，因为是转回台湾的关系，所以我们慢慢努力。后来搭地五国专辑也好，可以搞嘉义县也好，云林县政府，我们以后会来努力这一块，因为这。